以前的秦朗欧阳，要不是你动了油门，我师父也不可能投片。别逗了，我都不知道你师父是谁。秦朗，你少跟我装糊涂。欧阳，你有事没事的跑过来针对我，有意思吗？你这个人嘴巴里面是不是就没有真话，光知道拍马屁呀？我告诉你，秦朗，我还真就是针对你了。你一个外来户，到我们团里牛什么呀？啊，你一大老爷们说话阴阳怪气的干什么呀？有意思吗？松手！秦朗，你今天飞的什么速度啊？你飞的什么速度啊？我飞的什么速度？协同该是什么速度，我就是什么速度。你看你飞的那快的，你怎么不说你飞慢了呀？飞错了，承认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全团轰炸考核第一，你排第几啊？你那第一有什么含金量？现在的秦朗欧阳，秦朗，哎，以前真看不出来啊，你球打得不错呀。我这不行，我以前坐冷板凳，他们都知道我是球队水平最差的。今天多亏你啊，谢谢啊，这么给我面儿。这个我作证，他确实打出最差的那个。你们哥几个啊，现在真是穿一条裤子了。今天我们惜败。下次我们再比，行不行？啊，得了，不见啊！胡山，我们带他们去最近的备降机场着陆。我们的流量还够吗？没有问题。幺洞五来了，幺洞五应该是来带领航向的，要带我们去备降场，真的？秦朗，吴汉。咱们以后在地面上就是好兄弟了，但是别忘了，在空中我们依然是对手。别对我掉以轻心啊！